OK，任务应该已经解掉了。欧文，刚开始的话，其实我应该先把这个想办法放到左边。感觉没有接好。哎，等下，等一下啊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你自找的。我会以荣耀作战。少接一张的样子。两 点手下，我有钱币。奉献感觉先不用我。光荣牺牲。这个问题是我第一轮要不要下光荣牺牲呢？它有可能会很好，可是我随便丢出去的话，下场可能会很糟。随便丢出去。而且我其实可能应该要出疯狂，等一下哦，第二轮搞不好会先出疯狂科学家，出个三二生物吧，三二生物，哦，决定不出生物，还是不要太贪心好了。第四轮可以跳风险投资。第四人出风险投资还蛮残暴的。纳克萨马斯，我可以钱币奉献这一只，可感觉不划算。我在想，三小竟然不是暴富。剑舞虚发。哦。OK。所以这是很标准的奉献，也不能说很标准。错的奉献，你最近好吗？打脸7D，他应该会把这冰住。我会让他们知道，让他们都知道。逆反飞弹，把冰住不好吗？那什么气话吗？计划，寒冰护体。等下有烈焰的。
它中间那张应该是烈焰，我开麦吗？有开麦。这有什么秘密嘞？我猜是复制哎。你喜欢玩火吗？现在这些都不大能给他。给他一个巢，沉默吗？搞不好会是复制或什么其他的，算了，不是镜像体，不是镜像体，不是复制。没有秘密。哇！其实我现在有点怕打他脸。哦，是法鸟。No，OP。这样子会怕烈焰风暴，不过他手上只有两张牌而已。你看什么看？现在什么事都不做。前来报道，闯入者，还是换掉吧。秘密。哦，他之前就打算用火球慢慢点掉这一只。感觉应该打脸。你的魔法无法拯救。这是复制。前来报道。进攻。不是镜像，不是复制，不是镜像体。然后不是打脸有关的，所以有可能是冰箱法反，冰箱法反法扭。哇，战争魔箱。那法师，前往北裂迹，避免是冰箱，所以先。不是冰箱，所以先出这一只，让他血量压在一地。OK， 六胜。发生什么事？话说这应该更新。现在有人追随的话，我应该会听到那个声音。Well met 的声音。我会以荣耀作战，正义必得伸张。应该开了吧？对啊，看起来是开了。哦，研磨。这个三费的，对圣骑应该额外不好。我还有光荣牺牲，我秘密都自己来，好讨厌哦。
虽然说有两点生物还是不错，虽然这只能对抗一个三二生物，应该都只能对抗一个两点血的生物。因为我现在如果出秘密，他等一下翻个小黑鬼出来的话，然后我就会亏很大。前来报道。我会让他们知道，让他们都知道。我只有一张秘密，开场抽到几率是蛮低的。三费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淡水二，前来报道。出出去瞬间后悔，感觉出刀匠铁匠比较好，铁匠体质好太多，也只是少清一个一而已，没有那么大的差别。其实他放一张秘密上来，他有可能会出一只大怪。前往北列记，胜利。解法也不是很好。理论上，他这只应该会自己换进来。愤怒锤锤，像有治疗的话，我其实还就还蛮糟糕，在蛮糟糕的状况。不过三费治疗，我就只有逃出一回。我想想，喂喂喂，爱叫鬼计啊！哎，帕雷，看没六千。这我就要喷狼骑了。准备上路，尝尝我的刀剑。问题是，应该是出这两个。希望下人可以出一个大只的双王督军。
才变成四三愤怒锤，好多愤怒锤哦。炎魔。OK， 这样那这攻击就不会成长或什么之类的。所以他这里应该要翻一个小暗格出来，如果他没有办法马上解掉炎魔的话。沉默？在开玩笑吗？哇！为什么圣骑都会有这种 combo 啊？这很非常不人道的 combo。这应该没有什么好犹豫的吧？其实。必须赶快行动。竟然被沉默，有点讨厌。哇，那 Dragon Cat， 好像有点晚才发现。对面怎么了？对面怎么了？啊，我手上还有握沉默，所以我可以沉默自己这一只。太早了。如果他被变成一个攻击只有一的汉儿的话，所以他是。是我赚到一胜吗？我赚到一胜。你的对手离开了。他断线时间有点太晒了吧？他断线时间有点晒。七胜。这副好像有让别人断线的能力。断线。对啊。我好像不是第一次遇到那种马上投降的对手，也不是，那也不是马上投降。我这副好像之前也遇到一个马上投降的对手。非常诡异啊。哦，神奇手！我会以荣耀作战。假如他解不掉这张，那这张就可以留。问题是这边都是两攻的手下，所以他如果也出两攻的手下的话，就是在比谁有破碎之日。看起来很愤怒吗？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，这样他骑出血骑的话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哦，他可以就把那个盾拿掉就好。对，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呢？有问题是他这一回合就也不出手下。他可能会有灰击。这是
进攻。十八。OK。所以这会变成一只六六。哦，他还要做事。人心为鬼我机关。Frenchy， 主要是出六六最好啊。双狼准备出击。一方面在曲线上，一方面它是一只很大的怪，所以它像有很多牌，然后有二十三滴血，联盟提早报道了。圣光会护佑我。生金其实不错。僵尸活超久，对啊，他没有爪击或什么之类的。那第三轮的那只手下其实也很弱。其实摸也不算很早报道、啊，应该说我前期还蛮顺，所以炎魔就原谅他了。一视同仁，用不到。为了国王，为了荣耀，我们必须净化太阳节。为了部落，为了不要被灰级干掉，所以我决定上这只加一加一。哦，我赢了、欸。只可惜不能秀眼魔给他看。刚刚其实也可以用眼魔影的样子。对啊，刚其实也可以用啊，我刚应该出眼魔影的。太兴奋了，八胜，像我的是二跳四，二跳二，然后第三人出雪人。OK， 这你不能期待场场都有肉身僵尸来凯瑞啊。其实可以考虑二三四，希望我不要抽到我自己的秘密。让他们都知道。其实可以考虑出这只。不要跟我换。OK。秘密 VS 秘密，所以我这里他没东西耶、欸。是复制或镜像体的几率很高，所以我应该只能出麦田，因为它很有可能是镜像体，
初雪人被复制，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没他还可以秒解我雪人。哦，对哦，还有这个。不说我都忘了。嗯，这样还蛮不错的。等一下应该是出银白冲这一只或什么东西。该怎么做？像我稍微占优势，占一个死身的优势。这个死身哦，还有一滴血的优势，火球。寒冰剑、okay ，然后撞打，哦，这样更快，这样，这样令人很想出这个。加上这个，然后丢钱币叫一个这个或这个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他有可能没有沉默，不过他也有可能有沉默。因为叫这只出来撞这个，这样我场上只有一个42的生物。银月城将有波陷落。OK， 搞不好会打我脸。这有可能会被烈焰。这是我的责任。烈焰不是烈焰。OK。但他牌明显比我多很多，所以我要想办法保护这一只。我会让他们知道，让他们都知道。我求。对法师感觉有点痛苦、啊。大路上的家伙，马克萨马斯，前来报告。他们的。大路上的家伙。为了巫妖王。到底是那个秘密是什么？或者他没有秘密？很有可能他没有秘密，炎魔哎、欸。
堵了。没有秘密啊！没有秘密，我应该上个上盾吗？好像也不应该上盾，因为他上盾就用火球点掉就好。变羊，没有打到生物，很可惜。是我的盾牌。王牌猎人。都忘记我选这张东西了。啧啧啊！这要怎么玩呢、啊？死吧，路上的家伙！发现野兽，感觉这一场是走远啦。两张变羊，哦，一张火球，一张变羊。我还有比斯巨兽，我举比斯巨兽可能 ，Any English viewers， Q N R R， Knorr， I suppose not。音乐城将有波陷落。应该是复制。如果是镜像体的话，现在也不妙。不是镜像体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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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作弊，有人作弊。一点点会跑出一只大蜘蛛，哎，点中间红红的那个。他没有要解这只。起，准备上路！唐长来报道，为了部落，圣盾嘲讽。不行啦，受不了啦，没有研磨。欸，对面还多五张牌，完全不科学啊！不啥模像，这个他的出法完全不正确啊！他怎么不留四二的秘法模像，留着打我脸啊，还多一点生命值。所以现在是他应该用这个打，然后用火球点掉这只。因为他如果用这只打，然后用火球点的话，我这只会活着。圣光牛牛真的很强，他还有一只圣光牛牛。对啊，他应该还有一只圣光牛牛。真理是我的盾牌。哦，解不掉。他完全是一个超级大后期法师。超级大后期法师，超级大后期法师。其实我还蛮讶异，我竟然还没有离开这场游戏。应该没有东西救得了我，神经。我还有嘲讽吗？我不大确定。
炎盟被解掉的时候，应该就差不多 GG 了。应该说炎盟没有打掉那个四六那只，没有打到四六那只，就很 GG 啦。哇，他有超多秘密耶。只是镜像体，瞬间投降。其实我蛮想知道这个秘密什么，这人是 Brain， 所以他有可能还会遇到再遇到他。现在是八一，嗯，哎，八一。嗯，八圣法师不意外，可他只有好像只有一张烈焰的样子，看起来现在大家都变得很战场类型的。乌瑟，会上乌瑟，正义必得伸张。朱 Z， 不，我还没截好图。给我一点时间，让我截个图。不，又不够长。感觉不能留，因为我不能期待我抽到另外一个两费的手下。啊，的确不大能期待。还是我应该留着那个裸下他吗？不知道。不过这里可以用钱币出麦田，如果有需要的话。让他们都知道，大家都人手一张啊。无耻！问题是等下第三轮我要干嘛？不要出生物，抽牌，抽牌，快抽牌，抽牌，抽牌，打叉的地方就对了。他也没有要跟我换的意思。看秘密是什么？感觉是报复啊！感觉是报复。报复他这样子清掉我的那只的话，为了国王，为了荣耀。不要救赎，不是救赎。OK， 不是救赎。可多。
这其实长得有点像那个、欸，现在他长得有点像日行者。我想想，只差一点攻击力而已。风险。现在他叫小汉，他应该要叫小汉儿出来吧？只是如果是叫他叫小汉儿出来的话，他小汉儿会变成一个43，那我圣经还是挡不住。对掉。他竟然这么执着解掉我的手下。这两个拿来冲那个被报复到的东西。我要考虑一下。我想看有没有可能是别的东西，不是救赎。对啊，应该只有可能是报复。你一定在说笑。嗯，比斯巨兽，没有点错啊。这个 ，OK， 这个秘密会帮我挡他一下。风线，不是报复。他现在想办法不要自己撞进我的手下的感觉。银月城将有波陷落。哇，第二张风险。哦，神盾。其实我可以出冲锋，然后撞。加圣盾撞他，可是这样子还不如放在他身上，他打脸伤害还比较高。前来报道。其实可以出比斯巨兽。他到底什么时候要解我手下？帕雷，他没丢钱。风锤。前来报道。刚搞不出比斯巨兽，不像。我们必须净化太阳极。是啦，剑攻。比斯巨兽降临。是同人。OK。
在那玩意儿里面好几个月。Oh my god！ 你是巨兽，果然有点戳啊。哦，炎魔。最保险的做法，这个好，很好，很好。三缝线了，很多缝线了，我没有再数，不过没有没有真影的样子。哇，好刺激呀！好刺激呀！缝线。其实现在还不用用，我忍一下。这个在你面前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忍，我忍，我可以忍。前来报道，我的商品最划算。呜，打我脸。我不大确定他为什么要那么做、欸。前来报道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，进攻！哇，不是吧？不是吧？他现在亲我手下，我很难过。前来报道。哎，还是没有亲，有一块挂就是了。嗯。嗯，我没有能力清掉。前来报道。我没有能力清掉两只。所以还是只能仰赖炎魔。OK， 剩两滴。前来报道。剩两滴，剩两滴。哦，可以沉默炎魔。前来报道。记得奎尔萨拉斯。怎么做比较好嘞？这是我的责任。记得奎尔萨拉斯，你的魔法无法拯救我。太早了，建功！太早了。很抱歉。No。有一把很大的。垃圾炎魔，你也来戳的？被两个传说戳啊！被两个传说戳啊！直接直落二了。被两个传说戳啊！为什么传说要戳我嘞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戳我？圣经版就是那个啊，神妖，我大概还要两回合才会赢、啊。对上真的，被传说戳。为荣耀作战，残血被流弹打到。我其实不想要光荣牺牲，因为我想要用那个憨儿叫出来。哎，哇，可能难道就要到这了吗？双传说的旅程，跟我喝酒吗，朋友？前来报道。
谢谢你麦田魔像。所以他感觉没有两点生物，不然就是一个打脸系的憨儿。我不畏惧你死亡。研磨。哇，变羊，他应该是全 temple 的，这是一张五。抓狼准备出击。研磨。哇。好，我等一下要奉献。奉献。研磨。哎，我还没打。研磨。血翻，干！说好研磨嘞，说好的研磨嘞，我让了13D才拿回 Temple， 怒让13D， 这也怪怪的。为什么从三到四差了两滴血啊？不科学啊！他感觉没有烈焰。哇！用两张抽四张，所以是抽两张。我觉得先等等好了。他现在排这么多，可能会有火球或者是变羊之类的东西。我们研磨虽然说他等不及了，可是我们还是稍微等一下。宇文憨，天哪！这么难玩啊，为什么我连续遇到两张这个嘞？然后都让我觉得很机车。问题他现在如果将永不泄露，不当时啊，好怪鬼。如果烈焰的话，我怎么办嘞？破万点月。如果你烈焰，那我就崩溃给你看。寒冰剑。冰霜长矛，很有趣的选择。冲啊！拜托不要变成羊！拜托不要变成羊！你不是羊，要记住你是谁啊，研磨，你不是羊。你不是羊，
你不怕火球，你其实有点怕火球。你不是羊。You is not sheep. You no sheeperino. You no sheeperino. Okay. 感觉是复制啊。破法。建功。咩。我的都位啊。记得菲尔萨拉斯。没事哎、欸。前来报道。这有点怪怪的哦。这感觉就是镜像体啊。反目明生人。游戏好难玩哦。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。啊？所以是跟法术有关的。进攻！我出的顺序其实有点不大对。中。Oh my god！Oh my god! Oh my god! 哦、oh, ，王牌猎人，他要打我八 D 的样子，没有。哦，其实可以沉默他哦。发现野兽，你的魔法无法拯救。哎、欸，总算打中了。全速憨，嗯，哇，他该不会有那一张吧？不，你不要，你最好不要研爆，我警告你，你最好不要研爆，来研磨乖，最好不要研爆，哦，不是研爆，寒冰剑。应该知道，有可能是 GG 了吧？你最近好吗？进攻！进攻！你最近好吗？打中了。前来报道。不要神抽，不要火球，不要冰剑，不要，不不不啊！啊，没事。这场玩得不错。
有点刺激啊，有点刺激呀、啊！九胜，又被炎魔凯瑞一场，上一场被炎魔戳，这场被炎魔凯瑞。其实我应该早点下沉默对面值银蛇人，这样就会多四点血，就不会怕那么多东西。话说冰箱还蛮有趣的，就是你抽牌不是会，如果抽到没有会对自己造成伤害吗？冰箱不会防止那个伤害。为什么骑手又有光荣牺牲啊？我骑手想要死肉食尸鬼，下啦。这样他如果出一个一点生命在这里，我可以用这只来挡。会两点生命的。把这个苹果放在头上。我要裸下这只吗？前来报道。你最好不要射中哦、啊，二分之一。或者你先攻击也可以，用英雄能力好了。哈哈哈哈哈哈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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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赚赚赚赚赚赚赚啊赚啊进攻赚啊，实际上这个会怕放狗，不过现在没有秃，现在秃鹰无费，所以比较还好。嘲讽 V 也是嘲讽，等下应该出这个，这是一个七七，其实可以考虑把它变成一个六六 ，OK， 现在只是一个五五了，因为清不完野兽，应该说对啊，清不完野兽，所以先不要下大关，不然他击杀命令会刚好解掉。他已经喷一张放狗出来了。九胜的猎人，我还没改胜场啊，我其实可以放。等一下，他刚出舞动剑吗？这变化太快了。舞动剑，然后这是一个秘密。所以我应该先放一个七七，然后把这个冰冻陷阱。然后抽牌。然后就是没有价值的疯狂科学家，这是野兽，我还是没有解掉。不过现在他除非王牌猎人，不然应该都还好。所以这应该又是一张冰冻陷阱。因为应该又是一张冰冻陷阱，所以我应该扑小怪。我会让他们知道，让他们知道。这样也扑不了多少小怪。他应该会打我脸。不是要这样做的。爆炸射击。没有秘密啦，看他会不会清我这只？没有。
攻。哦，所以不是那个。为了国王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为了荣耀，不是要这样做的。为了部落，爆炸陷阱。其实我不知道这样划不划算呢、欸。打他脸七滴，等下一个大怪会比较好。不过也要清场。他现在要 rush 我吗？没有。哇，他自己坦七滴耶，所以要坦十几滴。加起来都除了这两个，这两个加起来是9。应该拿来收尾。我想想，可这两个感觉效果差不多。因为这只如果等下变成33的话，也是这样换进去、除非他有精灵弓箭手。不然应该差不多，他现在会想要这两个换，然后现在一只同人也不能下，刚其实可以考虑出这个，哦，嗯，哦。等一下哦。OK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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在说笑。前来报道。OK。发现野兽，赞赞。Nice, nice。Nice, nice！ 发现野兽，老虎，他现在可能要全部打我脸了。等一下，那如果全部打我脸的话，我这边是多少？很多。10。这边是12+13，然后他这边是10，刚刚好。为什么我的奉献呢？我要考虑一下。Oh no! No， 炎魔也好，炎魔还有一线生机，就炸到这只。想想炎魔也出不了哦，加3，对吧、啊？炎魔也出不了。必须赶快行动！你作弊，我要抗议！出一个十费恶毒的铁匠哦。玩的不错。你最强了。十费铁匠不是天天看到的。啊，死车啊！所以这一副其实缺回血的手段呢、欸，有几场都是这种边边9胜。难玩呐、金色野性之力，
来，巨人。来来来来，什么东西？